刀花的时候，首先这个刀花一定要贴身走，贴身走。大家看一下，有的同学做的会错误的，他就会手腕很硬，手腕不知道怎么放松，他会很硬。这个时候你的手不需要抓得太紧，但是需要用两个指头扣齐他的三个指头控制一下方向，这样可以放松一点，让这个刀贴身走。然后五花的时候，尤其是这个背花的阶段，背花的时候呢。 身体一定要跟着一起转动，这样你的背花才能够更顺畅一些。然后是这个缠头裹脑，缠头裹脑的时候，首先往上架缠头，这个刀围着头缠一圈，架起来以后，后面的姿势，刀一定要贴紧后背滑过去，收。反方向也是同样道理，先架，然后贴紧后背，再打开。
这个是我们套路里面非常基础的，也是我们前面视频里面所教的一个缠头裹脑的动作，就是这个动作。对，你看，先夹完之后，然后再抹回去。而且这个动作非常关键一点，就是说围绕着你的头，我们叫缠头裹脑，它是为了对你的头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，而且这个适应性非常强。 朋友们在练习我们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可以多看看我们前面的基础教学动作。前面教的非常详细，大家练习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多练习几遍，熟练的掌握。然后，当我们做这些对抗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很自然的靠你的自身的自然反应，就可以把动作进行出来了。但是在练习的时候，一定要多多注意安全。